的话，我拼了命的努力，我只想证明自己。现在这个社会没钱，谁能看得起你？生活中的压力，它被我化作动力。赚了好几年，我仍然没有半点出息。感情上的失意，它被我化作激励。像我还是但爱情，它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想再失去，我继续再努力。可我得到的还是他妈被一败涂地。我再一次的激情，我再一次的努力，再一次的我换来的又是一头痛点。当我往前追的时候，我会把爱抓得更紧痛。苦的满足了，还要继续装傻。我的梦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，一些不敢做的事和很多不能说的话，并且很多人都以为是成功带大家。去死吧，吃不上饭了，谈什么 MC 文化？ ID 要说吗？ ID 还是要说的，请关注我的 ID 23901738，23901738，多多支持，多多转发，谢谢。